新疆返回来到了福建，那现在呢只能是孤注一掷了。那搏三分波，质量还可以，高登要出手打。高登顶着头要来了，还是选择往里去突，直接来了，简单高效的去解决。高登又是两次零，3.74助攻。来看一下四川队今天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是通过
想传一个穿刀，想法挺好，但是呢这个球传的太小了。高登自己强起二加一再。扩大的联防，采取了一个扩大的二三。高登拔三分统一号位的球员，所以呢，方家臣呢在这个位置当中，他的角色的扮演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确实说，分差来到了只有三分了。高登自己。